我是公司的老板，陶总。咱们是不是以前见过呀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所有员工的安全，在这里是绝对可以得到保障的。这跟监狱没啥区别呀。哎，你看上面有人。你确定那是人？ 好多个！是什么？是怪兽！是怪兽！是怪兽！退出！退出！太吓人了！啊！你看看这儿有多恐怖，全是血，咱们不能过去。啊！咱们现在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把警报给我拉起来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开门开门！他们来了！ 快来了！啊！十楼，咱们这一层这么长，怎么还是十层啊？别走！别走！啊！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这咋过去啊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